个小虫子。喂，师傅，这现代人出门都不带现金的，您也知道。我手机是真没电了，您看，这么几十块钱，我不至于骗您。就这个月，你是第三个了。我也没说不给您，我说我进去找个人。打住，那前两个也是这么说的。人与人之间是不是有最基本的信任啊？你看看，你自己看看，这一片漆黑黑的，哪里有人？再说了，你要是一去不回，我找谁去？不是，问题是我在这儿，我干坐着，我坐一晚上，我也没钱给您啊，而且还耽误您做生意，是不是？那这样，你拿我手机给你朋友打个电话。师傅，现代人也不记手机号。我的天哪，现在的人都怎么了都？出门就带一个手机，连脑子都不带吗？你倒是带个充电宝啊。一没电，全完蛋。哪儿都去不了，想联系个人也联系不上。你这样在外边多危险呢！哎，哪儿去啊？哎，你平时能吃火锅吗？唱歌。都行，你们定吧。什么情况？不认识？那个小虫子。喂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什么叫又啊？那个车费。你们要去哪儿啊？刚开完会，准备去吃点东西。先给钱啊。我没打扰到你们吧？怎么可能，严重打扰到我了。那你忙你的去吧。给钱。那个有钱吗？给一下路费。微信。这看来今天是去不了了。那是李秘书吗？叫他一起啊。哟，这算了吧，这不方便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又不是不认识。他们还有工作要聊，是那个奥斯陆的事，可不中管。这么着急见我？嗯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。你们去你们的吧，别管我了。走吧。哎，你饿不饿呀？想不想吃点东西？你怎么不说话？你是不是饿了？加油啊！好好工作。事业心也太强了，这工作狂，这是。走吧，江总，咱们吃咱们的。来，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多喝两杯啊！居然还杀了回马枪，拉东西了。对呀。什么？你呀。幸亏我来得及时，不然就被别人给抢走了。你笑那么开心，看来是谈成了几个亿的大生意啊！你等一下，还继续吧。你拍我干嘛呀？这么具有励志性的一刻，我不得记录下来，以后每天看一次。我可没吃醋啊！哦，那一声喂又酸又辣，呛死人了。嗯，你别拍了，收起来。好啦，就是工作嘛。我刚给你打电话了，结果你关机。就是因为没电了，所以想来你这儿充充电。充上了吗？嗯，充上了，5%了，能开机了。那这样的，有没有到10%？太紧了，你松开我。我要到100%再松。傻子。这世界很酷。